个杀生的业障非常重，是不是因为杀生的这个人中断了受害者本身要受业报的原因啊？不是这样，杀生的业报重，首先当一个人有杀念起的时候，他的恶魔就缠生了，所以他的业障就特别重。当一个人想杀死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首先他的意念要杀，动杀念，这个时候他才会用行动来杀某一个动物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他的业报特别重，一念一动，天上先受知道，先受报，然后你动作上行为再一受报，那你的报应就很大了，明白了吗？